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y Time Rose 陈志康啊。14日日子过得特别快过去咯。而家咧，其实咧接受咗 Nestle Bliss 嘅呢个乳酸菌饮品嘅挑战咗之后咧，我觉得最大嘅改变咧就系而家去上厕所嘅次数可以正常翻，兼且咧而家仲会觉得系胃口好好，皮肤咧都更加靓咗添。所以咧都系多谢 Nestle Bliss 14日里面嘅呢个照顾啦，会继续去保持呢一个健康嘅消化系统同埋良好嘅饮食习惯啊，所以你都不妨试一试咧。